包哈，一种是手撕面包，一个是超松软。那现在我先教大家怎么样量取食材。揉面团，一起那种亲子互动，可以一起包馅那样子。我觉得好玩的是，就是包馅料那时候，就是可以让他选择自己想要吃什么。好黏啊！好黏，超级圆，超级圆。自己做啊，然后过程都看得到，就觉得比较安心啊。这个要放进来。那这个就是整个过程，然后你都看得到，因为我们自己做的话，一定食材会选比较新鲜。哇！然后它可以像捏纸黏土这样，就是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。可以跟他一起互动啊，然后其实是没有设限的，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对啊，就是乱包一些东西，可是是他也可以参与的，然后做完是他喜欢吃的。好吃，好吃，好吃啊！好吃，好吃，这个是饼干。走印。